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，终不解矣。生乎无前，其闻道也，复先乎无，无从而师之。生乎无后，其闻道也，亦先乎无，无从而师之。无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无乎？是故无见无贵，无逞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嗟乎！师道之不传也久矣，育人之无故也，惑也难矣。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。今之众人，其下圣人也亦远矣，而耻学于师。是故圣亦圣，与亦圣人之所以为圣，愚人之所以为愚，其皆出于此乎？后面还有吧？还有，来。爱其子，则师而教之；于其身也，则耻师焉。或矣，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，习其句斗者也，非吾所谓传其道，授解其惑者也。句斗之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惑师焉，惑否焉。小学而大矣，吾未见其明也。乌一乐师，百工之人，不耻相师，士大夫之族。曰师，曰弟子愚者，则群聚而笑之。问之，则曰：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未非则俱修，足修吧。足修，观圣则近于。呜呼！师道之不复可知矣。呜！一乐师，百工之人，君子不耻。今其智能，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于？圣人无常师，孔子师，樊子，那字怎么念？坛子，长虹，师襄，老聃，坛子之徒。其贤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李氏子凡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艺经传，皆通习之，不拘于时，请学于家其能行古道，作诗说以遗之。好，来，好，来了。来